科学面煮汤面啊，我昨天有吃到一个很好吃的新的科学面，香辣口味，比原本那个最古老的那个口味啊还要好吃哎，让我有点惊艳。你们应该有很多人都不知道吧？科学面有香辣口味，那个粉就是红色的，但是味道我觉得还不错，给一个好评。对啊，橘色包装会有点厉害。一篇小鸡论文考试吗？祝你 safe。海哥，欢迎回来。流水滴就是流，为什么流零块要拿水滴？就是等八费，八费这边可以操作，这样你就可以说零费刷，然后刷下去卖两个，买一个厉害的。那你就看哪一个厉害，我觉得狮子最强，这边就拿一个狮子，这样就可以做过渡到八费有四星卡的运营。一般的运营八费绝对没有四星卡嘛，那我这边是八费就可以拿到第一张四星。一刷没事也是买最强的啊，没最强就不买，没最强就继续刷。哇，他也太强了吧，完全不给我一点尊重哎，一直叠一直叠，完全不给我尊重。最后一刻打最后一个，还少多扣了两三滴。我是给他叠了两层啊，真是太场硬仗舒服了吧！我来召唤一些法力软饼。勇士简直就是绝配哎，我的英雄配了勇士，卡德加不错啦，但是不太想拿。还是你们觉得拿一下，好挤哦，算了吧。实现这段预言，完成三合一吧。下一回合碰高星，真是个气势十足的生物。看着玩意，一起去扭曲虚空吧！真是个气势十足的生物。七加三合一，这将是我最强的一波，你们怎么看？没人在看，抱歉，打扰你们了。你们自己聊，没关系，我会过得好好的。抱歉，在聊品客啦。大暴跌啊，聊天室。品客是不是他那个现在的包装看起来都有点山寨的味道啊？以前蛮经典的，现在就是一种色块的美术风格，就感觉很像山寨，不知道还以为买到山寨的，反而比较没质感的，对不对？我要开了哦，这个六欧米伽白狼，哇塞，唯一有成长的是红绿珠哎。灯神拿牌不知道拿到哪里去欸，这个版本灯神很难转到上面去欸，难度极高，除非你要再升一级啊，不然灯神没用。可是我再升一级好像也没用啊，拿珠要转珠，要转的拍档，我离拍档也是很遥远。直费拿这个吧。你准备好迎接挑战了吗？双勇士，叠大大，哇塞，收割，打一个要害死光光，
哭了。对面有收割哎、欸，我勇士很危险。或许你可以先升级，舍弃一张小鸡鸡人，然后有机会可以开六比较好。应该是要拼一下开六的，不要挖五，不要发现挖五，微笑挖那个随机五星比较没用。这边的话建议修正一下，微笑去直接拿六，然后小鸡鸡人卖掉吧。不要欸，勇士已经跌到三十几了，两个加起来。大家爱死你了。蛇跟我就是绝配啊，淡淡的合金。快来快来，人越多越欢乐。哇，勇士跟我绝配，三合一了。得附身无敌，拿宝石等于没有任何作用。不用叠元素，有什么好叠的？不要一拳把我杀了啊！人这么多，你要怎么杀我？是不是？我就打不到13D吗？我掉宝宝再掉宝宝，轻轻松松告诉你，是不是？轻轻松松啊，将军，这回合是你赢了。肯定不是元素啦，野兽好像还可以，也还可以，白狼野兽，野兽好像比较强吼，只剩野兽还是欧米伽。要找野兽啊，机械打不赢他，那鸟就没用了，这样就100%野兽了。对你微笑，表演太精彩了！等等，再拿一个蜘蛛，然后再附身一次。那个太大了吧？哇塞，他怎么这么这样这么强呢？又晚安。大家爱死你了。蜘蛛在一个附身嘛，所以要卖两只。白狼没用，跟暴龙蛋也不会有用啊。留着盾卡他吗？刚好是你需要的。
有新人来了，太兴奋了！我好兴奋啊！我乜都唔惊，除咗老鼠。你的战略奏效了，保持下去。哇塞，他还是喷那边，我尽力了，还是给他喷到那边了。哇塞，毒怎么打这只啦？这么多怪，你好意思打那只？一个第一个，可以赢，可以赢，可以赢。这边一定是至少是平手，运气好还可以赢。只要先把右边那只无损的杀掉，就会赢。右边，右边第一个，给他塞到了，没把他打死。运气真好啊，运气选手。大家爱死你了，是鬼。基本这张六拿到什么都不会出，所以你应该是卖四五铁盾黄打出去，因为基本上拿到什么你应该都不会出。金色狂风换一张怪吗？打机械我怕有那个奇奇怪怪的体系，难道这把是靠狂风赢的吗？靠勇士赢的吗？勇士在这个版本还能打难道？105勇，100勇啊，各位！将军，这回合是你赢了。打他肯定是食尸鬼，因为你怎么补都补不赢他。我说的有道理吧？暴龙蛋跟这个都没用了。愈合体也打不赢他，扩散也打不太准。我开了一个传送门，送来一大批新人。你真是无人能敌。粉底男怎么石头死了这么多了啦？
要把毒打掉、欸、因为勇士怕毒，勇士吃毒，勇士不吃毒何以为勇士，勇士站出来了各位，勇士勇士的冠军，勇士勇士的冠军，还给我拿宝石啊，碎裂恶心乔治，什么碎裂阵地猪啊，决赛超大元素，所以金色狂风没用了，毒包完美，防一手烧吧，看着玩意一起去扭曲虚空吧，我这帅皮棍，那怎么回合跳得这么快啊，你现在是第一名，别给黄套哦，不要那样，那他喷不出来了，我是不是能够勇士得冠军，勇士冠军那一天真的到来了各位，这肯定赢的啦，全部都是毒，然后勇士一定会 solo， 太精彩了各位，那个东西能吃鸡，哇塞，在大改版之后勇士真的是被世人遗忘，都感觉暴雪快要把它移除了，不用移除还能玩，我还能再战十年，创造历史了各位勇士，而且过程我们还有做一个小小的转型部署，就是把暴龙蛋扔掉，就防那家油腻腻那个啊。不是油腻腻，碎裂阵地猪的乔治，碎裂阵地流，然后再做一个转型，转一个黄鸟啦，最后我是用勇士大大大配合黄鸟，勇士最后一冠，我超勇好不好？你们有人可能会想，我会在这里倒下，你怎么这么想？就想多了。这个还只是个开端，还不是结束呢，比赛才刚刚开始，比赛才刚刚开始，技能再按一下，那不是刚好吗？再按一下，我需要三合一跟多彩龙欸，到底要不要合啊？目前两队了，兵来哟、哦！你刚我还来，我技能按下去了哦，我技能蠢蠢欲动哦，蠢蠢欲动哦，蠢蠢欲动哦！嗯、我要卖怪出这个东西，要卖谁啊？位置不能扔啊！感觉也只能扔这一张，四四要合一啊，所以加工就不重要。技能，技能，最后一刻按不会扣血。哎、欸，伺服器怎么这么累格才让我按下去啊？不是啊。我就抓准他这个一定按不下去啊，时间掐得刚刚好啊，还真的按下去了。